我来证书，我去日月洲十一站来看到十九站。圣经听我来证书十一站，多多比属上帝的人啊，就相比遐个堆积敬虔信仁爱吞忍温柔，着精进信好个精进，将演化天条条，你个修炼就为着即个，你也会捌承认好个志愿，伫济济干净个人个顶面，我伫享受活命。和万行有诶上帝诶面前，以及对本地彼得多最好诶干净，有基督耶稣诶面前，吩咐恁着守即个诫命，无瑕疵，无通嫌，到咱诶主耶稣基督显现，到其大福气，当日欢迎万王诶王，万主诶主。要显明伊就是昨日未死，踮伫未通文化的光，人所未捌看见，也未看见的，愿尊贵甲永远的关系，归伫伊下面十七章。今世好业的人，你就是福音。心志无得自高，无得下因的愿望，伫无定着的钱财，着放伊将万面满满，予咱享受的上帝，佮吩咐因行好事，好业伫所行，欢喜真济，甘愿分予人，为着家己。积聚好的地基，备办后来的事，予因牵条真正的活命。只是咱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咱所读伊的话，只是咱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，也就是《提摩太》第六章的十九节，咱读到来读，第四，为着家己积聚好的地基。我们要把握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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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把握住